美爷，只有你带来我姓林，你可不可以替我把物件提去疗养院？我提着头毛。安迪副总加入，可能真正是管制药物。这管制药品，不是为阮疗养院出的。安妮是伫遐出代志，你着爱负责任。嘿哟啊！你莫乌白胡乱话哦，讲好清楚，你再。安迪副总加入的管制药物就是这個。林美爷。三立台湾台八点档大戏《晚梦》。